两位哥哥如此矜持，莫不是喜欢那龙羊子好了？别害羞嘛。啊？哎，别动，别动，还差一点了。谢主上。好帅的哥哥啊。哎呀。喂。本小爷姓卓，单名一个月字。我爹妈还是相当有先见之明的，知道他们的儿子太优秀。一边去，老娘才没有你这么浮夸莽撞的儿子呢。云宗，我是不是很美？当然。今晚我们就成亲了，我好开心啊。圣灵的天可汗祈求您赐予他们最大的福分，安谧中永远太平。李成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受死吧！云宗。好疼啊！啊，疼啊！萌萌！哇！疼！你把我的萌萌打死了！太用力！给我！
起疼你，我判断你是存心故意要让我难堪，百般刁难，抛弃我不择手段，才知道你不想再和我纠缠。你丢下我不管，在这漆黑孤单的夜晚，这段感情似乎已经变成可以再来配个这个鞋子啊，我这个鞋子我感觉不太好配的时候，哇哇哇哇哇哇。那么新活动的话，在这里热门活动就可以找到。那么那个惊奇，那个惊奇啊，完蛋了，我好像说过了，我今天是怎么了 ？No， 那么。我就是那个我在那个微信上面有那个奥比岛的那个预告嘛，我就是看那个抢凳子就是非常感兴趣，那么我们就是来玩一下抢凳子，而且这个麋鹿它是好萌好萌啊好吧，我感觉我越来越傲了，果然影像是一级了，有没有啊？哦天，上次我还敲快板呢，真的老师真的是把我当喜剧那种男演员来看了，那些啊，好了好了，抢凳子抢凳子抢凳子，哎，我在有些人的进行不能加入，那么我们就来看，先耍一下吧，先看一下，哎，我就不方便给他看了哈。他们在那里说蓬松复出，但是有些人说这是去年照片了吗？我也是不太清楚。哎，开始了吗？哦，没有。
还有最后一个啦。那么，既然加油还是什么的，哈哈。那么开始了，我们进入游戏。那么我估计这个抢圣诞礼物可是为了让我们分心十分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集中注意力啊，看这个圣诞老人什么时候喊那个开始，但是我们也要收集圣诞礼物来互换套装的，对。